有另外一个公式也可以交换两对的边块，这个是这样子的：r2 u2 r2 以后呢，f2，然后 u2，然后接下来是 r2 u2 f2，那它可以交换上面这两个边块，然后跟斜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两颗边块。这个总共八步有点长，不过大概可能会有两种看法，一种是前面讲的这个r2 u2 r2 u2 r2 u2 呢，然后里面去在某两个地方去安插这个 f2，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让里面的某一些轴跑掉，所以原本它是交换这两颗，然后就可以交换成这两颗。那然后另外一个方法是，也是一样，就是从截角落的这个方式来看。不过这个我自己还没有很理解，是有点死背的。那第一个就是做 r2 u2 r2 了以后呢，那这边去故意破坏掉，做一个 f2 以后，那这边这个白色跟这个白色，它有点像是说。这个角落就变成是这边两个白的，这边两个白的一个柱子状这样子。那然后我们换另外一个，换另外一个方向来解，做一个 u2 以后呢，它这边仍然是柱子状，柱子状。这时候在一个 r2 就可以让这一个蓝色的这两个角落呢把它粘起来。那同时这边其实这边的这个两个角落也把它粘起来了。那最后在 u2、f2。就可以把它，就把它解完。刚刚那个公式是，交换这两个边块跟这两个边块，所以如果做了一个 setup，是先做了一个 r2 的 setup 以后呢，它交换的就会是这两颗斜对角这两颗跟这两颗。那在交换这两颗的时候呢，其实就是交换前面这两颗。所以如果先做一个 r2 setup，再做刚刚的公式 r2 u2 r2，然后 f2。然后 u2 去更改了以后呢，最后再 r2 u2 f2，然后在 undo setup r2 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把这两个边块以及在前面的这两个边块把它交换。